我敢若走路死啊，拢唔免怕。有你到青江波多三个四绝之妙，差不多金铜断去到地路断去，无论钢铁断去都断去，无论是啥物款，而这个钢铁破落去都爱散光。为安怎见到好女，小小一支下汤尔尔站袂当啊！你受够烦闷。嗯哼，看起来这支下汤哦，绝对是宝贝啦，唔是普通的下汤。好女虽然是表面上排着伊老爸老母骨头，对面到灵山金木塔。我看伊个道行真深，无大件功力真大嘞。凡事伊去爱慕着伊这个苏彦文，也所以才时常伫咧帮助着因这个中原人嘛，无得空呢。我咧看嘛是呢，较早咧莲花女王啊，伊嘛是伫咧爱苏彦文，也所以常常伫咧帮助伊哩咧。安尼看好女，我若是去爱着苏彦文，绝对无唔对个啦。安尼好，走到西空黄昏城，再来报仇啊！我已经忍无可忍了，今日用着我的气功，自将着这个乌水路的罗门给打破，赶紧打破黄昏城。热多啊！你今日运动全身气功，打碎罗门，由头走去了。黄昏城恐怕会被他杀害不计其数，对我的朋友。恐惊有一种不能交代了，命令着卡列乌金光再度下山，将着戴飞龙骨甲擒拿回来。乌金光何在？马金到黄昏城，自从你师弟戴飞龙甲我拿回来，假使若是抵抗，该拍死不得为命。一道你甲背书别做，有过难堪失相了。三人黄昏城军师木原子把握，禀啊禀军师，哦啊，啥物叫做中原三路当着这个好女别情咯？伊爱孙爷一方面就是这个大飞龙也拢总到位哈，所有的万寿人敌人拢交交，总得来呀，请下大队。应敌！哪会放下？
请问动手，我就是黄昏城的军师莫关子了。逼前求和，看什么条件做你要求，这边元庆答应啊。哦，既然能够看我的面子吃，我要求的条件，希望恁众人听会清楚。第一者将着分手大儒家史彦文交刑；第二大明朝历史上还。第三，将着国藩楼铁牛交出，万事全休。如不能遵从意见者，恐怕黄昏城难得保守啊！你所要求的条件未免太困难了。现在史彦文生死未卜，第二烈士已经被庄敬林所处去了，老铁牛多是摇摇，行方不明啊！不过呢，三个月困难。这边负责将着老铁牛当着大明历史撤回，史彦文的生死我无负责。如果这条件能够答应以上，你我就可以和平的解决了。安尼好，三个月后你宽限，三个月后我一定会再来。哎呦，安尼要哪会使？要我莫会使彦文生死的代志拢总唔知影。老三哥。啊咱分路走出盐分就是三个月后，这个交还历史，画出老铁牛，安尼就可以嘛。君子太多，一言放出，驷马难追啊！哎，阮袂使，唔知会叫无杀未？未啦，大概盐分在外头在流浪，赶紧分路走出吧。哪个啊？罗小英用分路走出，阮袂使。是。三个月后，原在这个地点再来相逢。好厉害，好女心比目测，多行千古。不是道行深厚，总共伊就是拜名师所研究的一招，材料武林道上真罕发现。迄支曲松棒拍落到地，金光不掉体，透心白暗。曲松棒是的，俗语伫咧讲下汤，迄支下汤安怎功力会这么宏大呢？要收拾好女，这是顶天凡人，因为是好主感动天。如果若是拍死好女，天下大乱了，会变成反将。
天下的人交不服，伊来这个所在跟咱计较，这点的困难了。你收敌好路，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啦、啊。所以都有听着，对着好路这件事，恁众人莫心急。我已经得到五百年的亚钢丝了，自从五百年的亚钢丝该吃了后，经过三百天才被当好路一决生死。恁将用万箭之法，这个好路将我来应付吧。现在中将人这边应付好路，咱众人松一口气了。人来啊！严守黄昏城，有事报我敌情。啊！恁两个大块诶，大咱甲三路已经分路，后路另外一路伫要走找阮麦西岩门呢，来到这金乌西堆玉兔东升。啊，这荒野所在，看起来好过牛伫要来啦，特别多伊借此安息。哟，啊，这个山间的所在也无旅馆客栈呢，踮都困咧树卡咯。诶，恁头前还佫有迄啰灯影射出，还佫有人住啦。安尼来讲，照出安心，明天再过来行路。都对唔，啊，先煞来奉请。大口袋敢那想食，哎，孔子讲食之为天啦、啊，咱人食上要紧。讲那个有理啊。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心比小人啊。树叶静，昨日人家起心慌，夜半分衣呀，托西丁。阿哥呀，你有听到无？这都是读书人呢。呀，伫咧吟诗，迄、那个诗韵，甲着迄个诗句啊，就是咱中原的口腔。安尼认着咱乡亲咯，哇，阴暗温湿嘞啊！哇，乡亲嘞，赶紧来学唱，赶紧嘞，行。打叫打叫！哦，各位大哥，这暗好事呢，也都安尼啦，也都出来伫咧做代志，也来到这个山间荒野吼，无客栈去投宿，今夜是讲要甲你打叫一个个。哦，安尼用恁众人的方便，请入来吧，哈，谢谢谢谢。请问咱就秀才高姓大名？秀人姓卢，名应德。哦，卢先生。啊，我就是杭州，这个老家店的店主老三啦。啊，我来介绍，这位就是风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大流星。啊，搁在这个就叫做乌魂啦。啊，这个大块就是叫做其中，啊，这个就是王虎。哦，众位兄弟来到此地，为命重视呢。讲起来天乌一边，你是中原人，跟你讲不要紧啦。我麦西在西康西南庙非常的惨人。今早我都听见讲一名云州大字叫苏彦文，而因为惯例无缘拜会，今日会当见到众位，也敢那亲像见到苏贤公一面，令我终于平生满足了。今夜你做哩方便吧？嘿，啊，你这内底安尼真热，也安尼跟你行起来唔着真歹势。不要紧，我困在后房。要恁众人较侪人困在这个客厅吧，安尼哦，好啦好啦，
啊，当算咯。你讲啥？大哥，带你讲啥？啊，把人客来，啊无泡茶，也啊无准备料理，就要请人客，安尼有做乡亲的呀？你也无看安尼，这个秀才这么善，你善良人呢？呀，那日时三餐难度，啊，你讲讨食，啊，你用笑啦，较忍耐的啦。因俺好过一命，明仔载哦，才拼一个较有嘞。哇，我困袂天光啊，我。啊，你来啦，困你都饱啦。但是众兄弟，我甲你交代，这趴兵火你千万都唔通吹熄。这趴兵若是吹熄，麻烦就到位。恁大家要困，点火光光安尼困嘛。哎，秀才啊，我看你生活都无通甲偌好，也咱若是兵火该吹熄，安尼啊，甲你省油咧，甲你倒欠钱。啊，阮众人哦，在黑暗中啊，拢总是困惯势的啦。催花嘛无啥要紧，催花麻烦就到，希望恁众人特别注意，失陪了。这个奇怪哦，安怎这把灯火那是催花，也麻烦对到位，恁大家想看卖，这是啥物道理啊？哦，煞唔知影讲有鬼，有鬼啊？我听在讲话，鬼啊哦，拢总在黑暗中在出现抓人的啦。阿火若喷火，伊就呜，啊就缩出来，一只手生毛生毛，对你老三的腹肚边全啊捏落。哎呀，别别，免惊啦，我是在讲尔啦。可能是有鬼的款啦。什么鬼？哼，因这人搞迷信，什么天龙地虎，让我大流星来应付。对。大流车伫遮咧，我后咧惊鬼，迄我才不爱信。今仔秀才对咱遮尼好，咱就该斗省钱，看有影无影。这个火来甲分落花。哇！交代话，因众人就无要听从，因此火吹熄，麻烦就到。生命在倾刻之中，人生难求无名气。哼！哎呀，别话呀！啊哈！我听死我！大哥，你有钓无？我那无钓，我那去钓西尾当棍了，规个骨头拢酸起来啊！哎呀，我特别翘起哦！啊，大刘青恁两个呢，完全同款的情形，规个365骨在泳泳特别刷起。哎呀，恁大家有练武功呀？恁爸无练武功，我会生死啊！地公、地公、阴公、妈祖保你着保庇。保庇我唔通死，啊！若要死，就爱让大哥我大清死。哦，你有够歹心魔力，受伤也老。三毛啊，赶紧的药啊摕来吃啦，我会死啦。要到底是安怎呢？一言难尽呐。我甲恁看卖咧，看到底是去中什么物件？结果如何，请期待续集分解。